没关系，这边安全。不安全。また羽が生えた猫か。どこにいるんだ。砖头。砖头。你这个也太不正规了吧。这桥必须得炸，先找到炸药，一出站就动手。他说干就干吧。干吗？我不想打仗，我想我娘啊。干，明天就干。怎么样，我的主意不错吧？太不正规了。我们从来没正规过，站在一块挡鬼子没问题啊。